好，那么受到红中秋案的影响哦，现在募兵推动不理想的陆军要重新冲刺了，包括呢，哎，未来待遇从宽，像单人房还可以外宿呢，就是希望能够稳住已经招募进来的士兵哦。 本岛9个战备营，还有26个战备连，全部都是由志愿役组成的士兵呢，都可以有自己的寝室，而且呢，有机会可以外出外宿进修或者是陪家人。志愿役士兵呢，都想争取请调战备营，现在可说是相当热络。